依然最近有民众在五个礼拜左右发现讲有这绿鬣蜥，赶紧翕来，因为是真烦恼，讲依然会亲像中南部同款，因为这绿鬣蜥伫野外安尼生团，危害着农作物会受损害，我望这公部门会当紧处理。过去摆放七批图顶的相片，好有民众哪讲发现是通报宜兰县政府。宜兰国家乡的白水沟最近有民众发现七批图顶的形状，伊表示真正去惊到，烦恼哪讲七批图顶大量繁殖会造成农作物加食物的严重破坏。关心在地的这些生态的东西，其实所以说我也蛮在意的，所以说这种在宜兰有这种东西，我也蛮下课。所以当我们发现的时候，要呼吁民众要立刻联络县政府。农业主工依然在野外发现的菜皮头顶都是真肥，饲养加烹饪的后续拢有抓到。这件发现个案目前也未抓到，也无法度确定敢是真肥饲养加烹饪。那不是加烹饪的，有可能是依然头一日在野外看到的个案，已经全力去抓。各地发现地点设置告示牌的好友民众，看到菜皮头顶应该随通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